我的前方十米马路对面就是萧山了。这条马路呀，就是滨江和萧山的分界线，左手边高楼大厦就是萧山了，右边我现在走的地方是滨江，只隔了一条马路，十米的距离。过了这条马路呀，是现代高楼大都市。马路的这一边呀，还是比较传统的厂房，给你们看。萧山电力，写着萧山，实际上呀，这里是滨江。这边是比较传统的厂房，对面是现代化高楼大厦。给你们拍一下，还是很厉害的，这边也还可以，比较啊绿化哈，这些树啊都很有历史，对面就没有了，看着像新迁徙过来的。这边就不一样，根已经长下去了。好了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这里又是滨江，厉害了。